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了。5月22号，台北松安机场观景巷，那滨江机啊，时间是1分，所拍的是有一架丽龙航空从马公机场飞往台北松安机场的 A321216216，班机准备降落。全部都妄想的，全部都超多人。他到时候他就会讨厌你。Hello， 你叫他鸣笛一下。你叫鸣笛一下。你叫鸣笛有吗？他说我没有笛，我做那个引擎声。今天阵风还蛮大的，从马公机场飞往台北松安机场的飞机准备通过丽龙航空。阳光，降落在台北松安机场了。感谢各位观看，到下面的马上们多多点我们的飞机高航面，当然自在加麻烦。啊，如果下面的马上们多多点我们的飞机高航面，当然自在加麻烦。谢谢各位观看，再见。